公交车活动感受怎么样？嗯，我感觉有很多喜欢的眼镜，然后想立马开启能购物模式。刚刚体验了最新跟华为合作的系列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之前没有尝试过这种，就是可以多功能性的这种眼镜，完了之后尝试一下，发现它其实很轻便，然后应该自己也会去购买。那你平时会比较多在什么场合使用这款智能眼镜？如果我要买的话，我可能在车上啊，也可以听歌，然后平时工作的时候也方便啊，简单方便啊，我觉得应该都会使用。时尚造型方面，自己还有哪些想要突破和尝试的吗？我觉得都很想尝试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新鲜事物